父亲，我错了，我们都错了。一个最应该被敬重的人，我们却偏偏怀疑他，憎恨他。他一切的所为，都是为了完成20多年前的承诺，为了找到那部兵书，不让他落在易守营和那些阴险狡诈的人手中。父亲是为了我，为了我。我去你家的狗屁承诺！我就知道你杀了我父母，我就知道是他杀的，我父母就是他杀的，我砍死他！什么大义，什么兵书，管什么兵官你？你自己死了，你杀我父母干嘛？给我砸碎！你早就该死了你！什么士兵大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杀我父母干嘛？你自己死不就完了吗？你给我砸碎！对，走。去找人把恒河和父亲的尸骨运回大梁，我们去堵截易守营的追击。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